这里是台东四维路上，这些长达将近90公分的杂草几乎已经快要淹没原本种植的矮树。由于六月梅雨季节，加上连续强降雨，丰沛的雨量加速杂草生长的速度，才会造成这一片杂草遍地的状况。因为这一次哈，可能因为是梅雨下太久了，而且是受限于现在我们施工者真的人力不足。从博爱路到新生路口，那我们一定是两天的工作天把它完成。维护台东市容是我们公园路灯管所责任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来改善市容，让外宾来觉得我们台东市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即日起，从博爱路至新生路区域内的四维路分隔岛进行路树杂草修剪工程。民众若是经过附近时，尽量选择周边替代道路，以免造成交通阻塞，也可以让清洁人员加速修剪的进度。东台新闻张家维台东报道。